遇到一个他溺水的时候，你有办法救他吗？可以啊。我现在溺水。一刀，起来了。怎么好像在拍接吻戏？我可以看到路上蛙吗？自由式比较不丑。两下，然后就抬。对。两下抬，对吧？对，然后就一下。欢迎收看正妹面试官 ，take 我的脚。太奇怪了，在一个游泳池，怎么这样？是要拍名片吗？我要来面试人了嘛？还是有人想要在我的下面做事？有人，让他到来，还是他迟到？在你旁边讲。耗了蛮久。来来来，我不许不许，爹你穿这样哦，我自己撑得住了，我怕他们撑不住。好，今天我们要面试，算是这个救生员。救生员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 Sandy， 身高172。哦，然后哇，很高哎，怎么跟我差不多？我高1.5。那我们观众想要知道的三围的部分，三十，六四，很久没量，应该是34。F 还好吧，就是一个英文单字啊。以救生员或是潜水教练这种，你算是就是身材很好。你像有合适的潜水衣吗？有时候会被讲说那个布料很难裁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说连师傅都说哦，你这就拍泳哎哦，身材太好了。转一圈给我们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好的面试你。接触潜水大概多久？3年，所以本身就是喜欢水上活动。对，有什么事你都 OK 吗？没有，我就有你主打什么事？蛙式可以游比较久。那目前的感情的状态是？刚交往。你为什么要看这边？他可以交往啊、喔。我们要看制作人啊，什么状态下交往？也是潜水遇到认识的。所以他是标准的前男友。前男友。好几天。也蛮好的，所以是像你知道像巨石强森那样壮的，嗯，壮，所以你喜欢壮的，我喜欢，是什么？好看的，好看的，那我这样子嘞？好看啊，好看，好看，我这样你说好看，那你有溺过水吗？小时候有一次，那怎么样？在溪边，然后就突然觉得踩不到地，就一直就是，是不是在比较乡下的地方？对对对，乡下比较容易溺水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乡间河太急了。然后呢？那时候你跟谁？跟我姐姐一起下去啊。对，但他没有吓到，就我自己，然后还把他头压下去这样子。你还抓交替哦。最后呢？一个哥哥经过，然后把我捞起来。那你后来也克服这恐惧？对。所以你现在如果遇到一个他溺水的时候，你有办法救他吗？可以啊。是。哎呦，那这个这片是什么？这片在这个泳池边，我穿这样。很合理。刚刚说你会蛙式吧？嗯。我可以看到路上蛙吗？路上蛙很丑哎。自由式比较不丑。哦，自由式也可以啊。就趴着。好奇怪。好奇怪。干泳就是这样。不是要什么两下，然后就抬。对。两下抬，对吧？对，然后就一下。假设有一个人，他溺水了，你有办法救他？我们学的是从底下，然后把人扶推上，让他上去水面就对了。然后在水面救援。在陆地可以模拟吗？可以。真的可以？你假装已经溺水，对，然后我会手这样穿过去你的腋下，因为我们会戴那个面镜，所以要把那个面镜压住，不可以让水一直吃水。这个手的重点是不要让你的头再回到水里面。哦，让它仰头啦。对，要有呼吸道。然后可以到水面上。拔掉之后就是。哎，怎么好像在拍接吻戏？对啊。没有。好像我昏迷，我昏迷。拿掉之后就是吹拍说这样。吹拍说来。是这样，然后。哎呀。干嘛纠正？这样，吹，对他吹气是不是？然后拍脸颊，然后叫你名字。哦，拍你也要拍，然后你要确认他有没有清醒嘛？对，立冬，他家就要一直重复这个动作，很难救。这
是感情救援吧？不是，这不是水上救援吗？要大声一点。你做完整一套，我现在溺水。假如他已经在水面上，然后把你的面镜拿下来，他就一刀起来了。那我在，那我在。因为你有学过潜水嘛，然后又会游泳，想必你对你自己的肺活量是蛮有信心的。应该还行。还行吧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那我们就来 PK 一下。好。可以吗？看谁比较会吹。好。谁比较肺？对。开始。我在吹吗？很卡，你要压，你要压才对。不会吹这个，太大了。很响。所以我这样就赢了。对啊，赢了也没什么奖励。我全然后我全程大厉害、小厉害这样。刚刚你这样输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在考这个潜水员，对不对？那你的。憋气应该要蛮厉害的、啊。我们那个考试的证照是2分45秒，憋2分45秒。2分45秒是基本吗？基本，但是我认识很多人可以憋。你也没有憋很久，你2个月就交到男朋友。不是那个憋，不是那个憋，是憋气，憋气。所以你可以憋2-3分钟，如果2分45秒，你应该可以啦，应该可以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来一个大对抗。咚咚咚咚锵，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我现在要跟 Sandy 做一个大对抗，你的任务呢，就是在，我现在没办法专心，这个叫急中生智，哦，里面有很多像这样的石头，你要找出我们这个频道的字，咚咚隆咚锵，5个字，率先找出来你就赢了。那我要干嘛？我帮他计时。两家对抗啊，这边里面找出来。我的字太多了吧？你在岸上哎。我在岸上，对，好来。咚咚咚响，急中生智，预备，开始。这也太多了吧！枪，罗佛，什么啊？夹？不是，你在干嘛？直男。哎，为什么我的频道我自己福利这么差、啊？哦，他已经找到。还有啊，还有5个字哦。你还差2个字。你有在找吗？你是不是很想看天？不想要找了。哎，我的字。什么意思？哎，我的有东西吗？我只找到一个枪哎。女生花了大概1分05秒左右。就全部找到了哦。对啊。哎，真的厉害哎。好，全程憋住吗？你刚刚有全程憋住吗？你的色憋不住了。今天我们这个 Sandy 挑战成功，我们等一下让他上岸一下，恭喜，好不好？耶！而且证明他是真的，他没有替身，因为他的印记还在。超明显，很明显，很认真哎，认真啊，真的很认真。因为刚刚你刚才前面一关算输我输参展嘛，所以这一关要扳回来了。如果想要追踪你的，因为你会去潜水嘛，接下来会去哪边潜？马尔蒂夫。马尔蒂夫，你是打算不要让人家找到你？入门一点，有没有入门一点的？小琉球很简单，我8月会去兰屿啦。这么明确？上旬、下旬。10几号？你可能要瘫痪那边哦。跟大家讲一下你的 IG 啊 ，Sandy， 然后一个点 A B C D。那为什么不是 F？ 因为我乱打乱念。好，那咚咚咚咚响，我们下次见啦。正妹面试官，下次见。希望你这个恋情可以撑过3个月。好，一没有我蓝雨见。好，你不要乱好啦。